你又有主題曲出街啦，同 Sherman 姐姐。哦，係啊，主題曲之王啦，你就嚟咩？你咯，你係主題曲之王啦，你已經連續唱兩套。兩套咯，咁接住繼續有噶啦嘛，應該。希望啊，希望公司俾我繼續唱。係啦。你星夢一囊括咗劇集主題曲噶啦，已經，你知唔知啊？唔係 ，Windy 都兩隻噶。唔係，佢話係。唔係嘅，咁都有其他前輩們都有唱。係啊，嚟緊都係啊。因為之前以阿 Jenny 為吳若希為例，一唱開咧就啲劇集歌停唔到啊！你覺得唱劇集歌爽啲啊，定係唱自己歌唱爽啲咧？我覺得各有各爽嘅，因為兩個係唔同嘅渠道嘛。因為劇集歌嘅傳播度又高啲啦，咁但係自己單曲嘅話就可能藝術性啦，同埋自主嘅會高啲嘅。即係可能兩樣都好。係啦，因為劇歌係可以攞嚟體驗嗰套劇，係啦，即係歌詞都係表達嘅唔同。表達嗰套劇，但係自己嘅歌可能係表達自己嘅經歷㗎，或者其他人嘅經歷。咁所以即係一個係唱喺劇嘅經歷，一個係自己或者人哋。所以各有各爽啊。嗯。完歌啦，你哋嚟緊有冇劇起手咧？之後有冇劇起手？暫時冇。我暫時都冇，有其他 project 準備做。嗯。唔講啦。我未有嘅，暫時都未有。快啲翻去，快啲翻去见老友。快啲食劲好多功课，我来学包。期待快啲落去，快啲落去，咪在捞你。你好，快啲走去，快啲食。